五加仑、四加仑、五加仑之间的盆就可以了。嗯，盆拿来以后，首先盆呢要在太阳底下晒干了，是吧？嗯。完后，垫点这个干树叶的草，干树叶。OK。起作用呢，就是让它透气。然后你照蘑菇，嗯，再喝过来。这个完了吗？嗯。哎。按戒指了，嗯，完以后再浇水，从根部开始浇，浇到根上。浇透了，嗯，浇到底下出水，嗯，好，再移到阴凉的地方，到阴凉地方。